今日在咱市议会大厅是闹热滚滚，庆祝着中央在市议会特别举办的敬老活动，而且在咱市内26位百岁人士来做会，场面是真闹热。中央敬老市议会是突破着往例，而且人士到议会来出席活动，由议长郭信良颁发的匾额甲中央礼金。郭信良表示讲，人士是相当可贵，到场人士对109岁到110岁人有，而现在岁数总共加起来有超过3000岁。咱市会已经连续3天来举办着敬老重阳节活动，今仔日开今年非常的曲折日期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本来一度要取消。但是10月初4疫情了有较转变以后，伫10月初5决定要办到今仔拄啊8天至9天的时间尔。阮议会所有的员工主管伫8-9天内底就筹备了即届活动，希望当予咱大家更加欢喜。伊今仔日的敬老活动嘛，阁有拄啊好两位人士来参与，议会嘛准备了10盏的即个鸡卵糕来做伙庆新。有两个满100岁当家，都今仔生日，需要人呢嘛是今仔生日，所以等下准备了一个十层的鸡卵糕，要来切鸡卵糕，切生日蛋糕，十层的鸡卵糕，哈，你看啦，好十全十美，好，阮洪姐啊，好十全十美，把咱这中央供养。议会这场敬老活动是闹热滚滚，直接去慢慢到场来恭喜，尤其是讲现场安排人随耍着鸟蛋，通通有奖，让现场气氛实在搞到上高调。南天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。